南投县作为观光大县，坐拥许多知名的观光景点，近日却逢武汉疫情冲击，不但民众担忧疫情而不敢出门，更严重冲击南投县内的观光产业。为此，县议员林芳瑜表示，希望政府能够在疫情持续延烧的同时，能够有所作为，并对于观光产业的业者们能够伸出援手来给予帮助。武汉的这个疫情继续的延烧，其实台湾的防疫工作做得相当的好。至于说这个疫情对于我们观光业者的这个很大的影响，也希望说在这当下政府能够伸出援手，对这些业者让他们能够顺利的度过这一个寒冬，度过这个疫情。政府要有作为是这个时候也希望除了中央政府也能够提出一些方案来，包括我们今天所讨论的减税的这个问题哈，我相信这是对业者比较有感的一个施政。南投县内往年热门的饭店、民宿、观光景点都备受影响，让许多观光产业相比以往人数明显下降了许多。为此，县议员谢明某表示，希望县府能够大力宣传推广观光产业，并期盼境内樱花盛开的季节能够吸引大量游客前来观赏。最近到每一个地区去，大家都不戴口罩，大家都相安无事。当然我们借这个机会，我们也希望说业者能够自己自立自强了哈，能够想尽办法以套装旅游的方式，结合各行各业来吸引各地的游客。当然我们政府也有责任，尤其县政府要推销，要广为宣传。我们南投县最近呢，樱花、桃花、梨花都盛开的季节，也希望说能够吸引大量的游客到我们南投县来观光。南投县作为观光大县，非常仰赖观光产业，许多民众也靠此为生，期盼在防疫期间，公部门能够在防疫作战同时，也能协助从事观光产业的业者渡过难关。记者邱品俊综合采访报道。